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把武器——萨米尔弯刀。武器外观一般，甚至还有点丑，但可不能以貌取刀，玩起来特别爽，特别过瘾。这是一把失色武器，有专属的战技——萨米尔冰风暴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把冰属性武器，武器自带冻伤效果，但这个武器冻伤效果只是配角。武器的战技才是这把武器最恐怖的地方。战技释放的时候会形成寒气风暴，寒气风暴过程能造成持续伤害，而且范围还比较广。在面对多怪或者大型怪的时候，伤害收益就特别明显了。此外，这战技还能打出冻伤效果，加上战技是持续伤害，增加了削刃能力，容易打出处决，单靠战技就能把敌人杀爆。话虽如此，使用战技的时候还有不少要注意的地方。战技释放的前腰比较大，容易被打断，所以释放战技的时机就更为重要了。另外，虽然这战技能打出冻伤效果，但由于冻伤的 debuff 消退时间比较长，很难快速打出下一次的冻伤效果。不能快速打出冻伤，意味着伤害就大打折扣了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快速消除敌人身上的冻伤 debuff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带上了这个祷告火焰重罪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火属性的祷告，技能发动的时候，使用者会自燃起来，自燃的过程中会慢慢的消耗 HP， 整个自燃时间维持大概45秒。这段时间里，触碰到的敌人都会一同燃烧起来，造成持续伤害。按伤害数字可以看出来，这不是一个主要的输出手段，因为伤害实在太低了。但配合武器的寒气风暴一起使用的话，祷告的作用就大大提升了。自燃的火焰能把敌人身上的冻伤 debuff 瞬间消除，为下一次的冻伤效果做铺垫。虽然如此，但也有不少人分不清冻伤的 debuff， 正好用这个机会做个对比。左边是冻伤效果，右边是燃烧效果。被打出冻伤后，敌人身上会一直缠绕着寒气，寒气碰到火焰之后就会消失，敌人甚至会继续燃烧。冻伤 debuff 被重置后，就能更快打出下一个冻伤效果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火焰祷告就是专门为配合这个战技而出的。大家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。接下来带大家拿武器来到这个篝火，目的地是巨人战争的英雄墓地。坐电梯下来后要回踩一下电梯，这样做照灯才会出现。这个照灯非常重要，因为 boss 门口有一只巨人守着，没被照灯照过的巨人是无敌的，打他不扣血。把巨人拉过来照一下，现身之后把他干了， boss 门才会打开。火焰重罪祷告的获取方式就有点复杂，要在烧树前拿到王城里面的这幅画，随后来到风车村的这个地方兑换。现在说说起点跟配装。武器的力气跟灵巧等级都是 C， 自然起点就以力气跟灵巧为主，防具就随你喜欢了。
我都是以高韧性防狙为主，首选护符，亚历山大的碎片增加 15% 左右的战技伤害，卡利亚徽章减少蓝条消耗，珍珠龙辉护符加2，大幅提升物理以外的减伤率，龙辉大盾护符极大幅度提升物理减伤率。随后到国际靶场找小胖试试刀，接着是颠火巨人，虽然这个巨人血量过万，但打起来简直不要太爽，大家感受一下。最后去打个恶心怪玩玩，这个怪是腐败的化身，这个腐败的化身虽然只是精英怪，但是伤害高的离谱，猩红腐败的液体加上场地限制，双重恶心。别急着走，前面还有个好东西，古龙岩赤色锻造石。这个地图一共有2个古龙岩赤色锻造石，拿完这个，随后带大家拿另外一个。现在拿第2个古龙岩赤色锻造石，来到这个篝火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忙点个赞，谢谢。